奥美奇是奇异果。为啥呀？我最讨厌吃奇异果了。对呀、啊，我知道呀、啊，就是奇异果呀、啊。美奇霸气的美。对呀、啊。我知道轩宇的意思了，就是奇异果它的那个皮和跟它另面奇异果它的皮跟它里面的果肉一句话里面两个字都说不清，因为奇异果的皮和里面的肉，对，因为奇异果的皮和里面的肉是不一样的。奇异果的皮是比较暗的颜色，有毛毛刺刺的，但里面的肉是很光滑、很新鲜的，而且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对，来美名，我觉得它像布丁哎，肉吗？就是短吗？你看到没？甜甜甜甜亮亮的，对对对对对，而且还容易晃，很 Q 不打不打的。